女人多少岁绝经为正常？李芳，妇女保健科主任医师。一般情况下，女性一生分为好多时期，比如说婴儿期、青春期、生育期、更年期和更老年期。进入更年期的时间大部分在45到55岁左右，当然也有一些人年龄会提前一些，可能在42、43就绝经了。有一些人可能要到50岁甚至55岁还没有绝经，这个是因人而异，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，平均在45到55岁之间。一般是这样子的，在进入40岁之后不来月经就算是正常的，如果在40岁之前，我们叫卵巢早衰，是需要及时就医的，因为卵巢早衰治疗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。专家提示：一，女性进入更年期时间大部分在45至55岁左右，存在部分人提前或延迟。二，进入40岁后不来月经为正常，40岁之前绝经称卵巢早衰，需要及时就医。